好的，现阶段我们要来到的是第二部的最后一个章节了。目前我们还剩几个人没有拯救。我们好奇的是，这个章节会绑定谁呢？不可能有马奇亚斯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不用选了。没有绑人呢、欸。不绑人，大家一起上也是有可能。哎，这艘飞船我知道，在 PB 里面有出现。会遇到谁，我这边就不讲，会剧透。我之前的分组方式都是妈妈带小孩啊，就是主力，然后搭一堆，对，搭一堆弱兵。如果是飞的话，现在可以扛一队，然后剩下带补子就好了。李恩扛一队，然后另外一队给谁扛？给艾玛或黑兔扛。哎呀，他直接帮我绑啦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的飞嘞，蓝毛。那这个队伍尤娜，哎、欸，提达上来，然后黑兔加白那个绿毛，哦，男的都下去，女的都上来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完全锁死。好了，现在来看一下，可以拔一下回路吧。
办？有些人的装备到底要不要动？烦了。可以让绿毛带一下那个回路，也顺便练功。那直接被扒光哎、欸！我的天。带着就好了，反正他不会上手。下去。我才帮刚帮艾玛换完那个叶黄加明黄，人就不见了。看到这是火换水，火换水没有。这里有水，水地空，有空，很好。然后它的 ATS 可以到1749 ，OK， 1749还可以，换一下。火，要不要直接给李恩？叶黄，黄叶黄各种装，它算辅助性质的，那把这个给你好。虽然你的 ATS 没有高，但我觉得可以用撑的。哪位仁兄还有精神三的，麻烦拔下来，谢谢。偷一个孤剑，阿加特好好、哦，都装好了，可惜可惜不能拔。这地区是要去哪边？他没有说我们的目的地。闪三台左试过孤剑霸到不行。那我们要试这个吗？呵呵呵，他死了。この先の線。真的吗？夜皇不行哦，那没关系，信你一把，不行就算了。龙眼 SS 都有了，那我们就放个姜子好了，防姜子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居然没有黑眼灵，
这样还会掉宝吗？我记得是可以直接拿到。了解です。私の番です。はい。はい。今のところ軍の巡回もないようです。戦争直前。むしろ戦力を国境に移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ね。在里面。哎，三毛号，人在这里。还想玩 B 宴呢？现在这个图是要走哪里呀？收集这区的情报。飞燕我没兴趣啊，哦 sorry。
看一下现在的波姆碰有没有新人可以打。哎呀，是波姆碰还是波碰啊？好，这一区看起来是逛完了，再走下一区。波姆碰啊！来看一下他怎么换装。围裙风，然后还有没有穿？这应该是算睡衣吧，睡前会穿，会穿的衣服。你是谁？さて。哎呀，换颜色完全认不得。绿毛都觉得恶心。あ、フェンスがありますね。許可はもらってるから撤去してしまおう。それともう一つの霊窟が近くにあるんでしたか。え、这个灵窟是不是有变化过？这个灵窟我打过了，但我不知道进去之后会不会有变化，蛮好奇。哦，没有，他叫我们不要过去。不知道三叔被我打一打会不会死掉？没有。真飞空斩，新招吗？还只是招式有变化而已。そうですね。ああ、ガッシーだったか。確かに、何かが潜んでいてもおかしくない雰囲気だ。
他们是说水里面是不是有怪物，而且还要讲怪物的名称。文心下午好。さあ、かかってこい。行くぞ。アークス。はっ。行きます。行きます。マイル。シートを滅却。我が太刀は無。見えた。哎呀！みんな、大丈夫か？まだまだこれか。提达小心，这个视角很危险。霸到了吗？霸拿到了吗？还没。我在猜会是下一个升级奖励会拿到 ，AP 好像差个位数而已，因为上一个拿到的是明皇，合理判断。剩下的下一个或下下一个就是霸道了。我在想，如果在这边钓，钓一钓会不会钓到那个他们所说的水怪？それ、かかった。これは期待できそうだ。我的钓竿太废了。哇、哦，超大只哎！
记得我有另外一个，我钓竿好像有新的，我看一下。再给你们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钓竿在这边吗？好像会自己换。嗨，失恋之枪，这个一定打得开，干，还要等。没有想说他会安排这个箱子在这区，然后又锁人。照理说我们应该是可以开的。编剧，编剧，箱子乱摆。遅かったじゃねえか。兰迪回来啦！看起来这张罗伊德会回来哦，还有提欧。厉鬼的都回来了。准备好就可以开始潜入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要在城市区先逛一下，然后找到一个类似地下水道的东西，然后再慢慢的过去。SOP 都是这样子的，编剧都没梗。
懐かしいです。故郷のない私がこんな気持ちになれるなんて。没有故乡的我，居然会有这样的感情。何言ってんのよ、今更。過ごしたのはまだ数ヶ月程度ですけど。然后黑兔的那句话，之前有在 PB 里面出现过。我以为那个是对李恩讲的。ま、否定はしないぜ。やれやれ。直接搬赏二的，哎，赏二，赏二在那个终章前也有这段呢，就回到学校里面把学校的人暴打一顿，然后世代一样回学校。大家看右边，哎，蓝毛有放这种海报，我都不知道哎。是亚修送他的吗？夏利的，那这个房间直接被霸占了。分校长的房间现在是给皇太子使用，看到那把刀，先拆下来，然后收起来，之后拿去卖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再合两个霸道。哎呀，熟悉的味道，先泡个澡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动画？这边我印象是电台，是不是？
哦，是村长的家、啊。太久没回来了，都忘了。现在也没什么地方可以探索了吧，直接去分校了。哦，还不行，有可能战鬼跟皇子他们已经在学校里面潜伏。同学好，又是同学。ユナたち、ランドルフ教官にティータまで。そこにいるのはまさかリーン教官ですか？没有错，吓到了吗？
ごきげんよう、七組の皆さん。久しぶりだ、バンタール。オスギリアス盆地以来か。シュバルツァーとオルランドは久しぶりだ。来ると思っていたぞ。そして四番弟子も、よくぞ戻ったと言っておこう。丁重に保護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る。危害などは加えていないから、その点は安心するといい。無論だ、皇太子殿下の留守は本校の誇りをかけて守り抜く。客人方を解放したくば、我々を乗り越えるしかないだろう。怎么剧情开始有点王道像啊？とはいえ、こちらも本校選抜メンバーと教官陣、人形兵器も加えた鉄壁の布陣です。リーン教官がいたとしても簡単には突破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。最終地点はアインヘル小要塞。ガーン、又要打要塞。必要だ。これが過去最高難易度の最終テストになろう。お前たちがクリアできるか。楽しみにさせてもらうぞ。这太靠背了吧！怀念的要塞又来了。之前我们是每一章的开始，然后先打一次要塞，然后一次演习，然后告诉演习在哪边，然后事件发生完结束之后呢，然后这个反派出来，反派打一打啊，神机跑出来，神机打完了，机神就出来了。每次都这样子，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剧情？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哦，我有一个小妹妹，这个小表妹才五岁，她说：“哥哥，你看这个剧本，哇，《异度神剑二》你写的、啊。”小朋友都写得比你好，然后他有卖东西耶，你该不会是交换屋吧？所以进去完之后要开始攻略小要塞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